6月30日，歌手本兮18岁成人礼及新专辑 Runway 发布会在京隆重举行。恰巧当天也是极韵文化在内地创立的首个90后音乐品牌成立一周年的庆典，旗下艺人是纷纷出动，与众多歌迷共同为本兮的18岁成人礼送上美好祝福。歌手本兮的这张全新专辑寓意逃离梦幻的温室花园，完全打破了他以往歌曲的风格，转而尝试用全新的理念去诠释自己18岁将会与众不同。发布会上，本兮以一身红与灰搭配的拖地羽毛裙霸气似女王，正好映衬了她成人礼的华美蜕变。娱乐北京报道。